幸福公主花团锦簇，好幸福。韩老师，韩园长，有在场的创团家人，大家好。上班的时候常常都会听，那都这样听过就过了。到上个礼拜啊，林长来播放这首歌，然后这个礼拜再听的感觉就不一样。刚刚在听，在现场在听的时候，然后就哭着啊，就真的。非常的感动，我现在没有想到，昨天最后面也这样。那个立宽同学说，没有想到坐那么远也有事。真的很感动哈，那非常的好，因为今天的人很多哈，那很多人。参加《讲讲女人花》，上次讲的还可以再讲一次，因为以前啊，在老师出了这本书之后啊，我看了《讲讲女人花》，然后这本书其实翻了好几次、好多次，可是我从来不会想到我要把我自己变成《讲讲女人花》，然后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我都会想。那个谁谁谁，他就是德香女人花。那个某某某，他也是德香女人花。我都在设定别人当德香女人花，可是我都没有把我自己设定要学习德香女人。然后以前我就是一个很男人婆，虽然是女儿身，可是我的内心有很当地的、很当地的一个心，所以我觉得就是。现在啊，进来超马已经两年了。我今天啊，导师很慈悲，然后营运长很慈悲，要开设这个台上女人花的课程。然后呢，就是在这个此时此刻，我觉得我要把自己，我要练习来学习怎么样来当一个德香女人花。那第一堂课的时候啊，营运长有讲说。学习德香女人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轻声细语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啊，我就想到说，哇，我第一步骤就没有过关。以前啊，我都会很大嗓门，楼下煮好饭菜啊，我就从一楼喊到三楼。然后以前我先生都跟我讲，你可以小声一点嘛。然后甚至还用背诵机。还装一些背景机很方便的一个工具，可是我还是不要用，我还是要用大嗓门去喊。然后在唱《超级生命》老师所做的歌，我也是要唱得很大声，才代表就是很汹涌澎湃，完全都像男人婆，然后一点也不娇羞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。然后第二个来学德香女人花，第二个礼拜啊，第一个礼拜是第二个礼拜，然后就听到学姐讲说要穿裙子，然后我从来没有丈量，以前我公司因为就是小公司啊，我们都上班嘛，啊里面都穿室内裤，所以小公司我们都是很随便、很随性的，不会很在意自己的。那以前在前道场都是很端庄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以前是还没有进入超马之前呢，我是一个很呆板、很严肃、很一板一眼的人。我只知道我是穿衣服要上清上左就好了，整齐干净就好了，从来不会去适当的打扮成我有一个很有气质的一个女人。然后呢，到这里，甚至那个我
觉得很感动，林院长的一句话，有一次我来上德香女人花的过一个礼拜，我才参加带一位新朋友去参加军会，林院长的军会，那一天我穿长裤，结果林院长之后呢就讲说，你不是要学德香女人花吗？那么才几天就破款了，然后我觉得说，原来我的所学，我在课堂上，在老师的课堂上，还有书上所学，我真的从以前到现在，我竟然没有把它活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我好像就是上课归上课，然后呢，我还是原来的我，我还是做我原来个性，我的习性的我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真的好殊胜，然后我觉得，就是非常的很宝贵。那我分享第一次啊，我来参加德香女人花，然后呢做了玫瑰心法。其实以前老师有在书上有写，可是呢有时候时间不太够，有时候我就没有做。然后呢来上了第一堂课的德香女人花，老师在引导上呢，在课堂上呢教导大家学习玫瑰心法。第一堂课之后呢，回去啊是已经11:30了。然后我的先生本来他那天是跟我是有一点点，他一直觉得我走火入魔，他一直觉得我有宗教狂魔这样子，就是一站到休息，你好像就欲罢不能这样子。他就是很有话说，那也是我自己做的不好，我没有把我的先生，就是先把他的人道做好，那这是我自己的问题。结果那一天呢，才做完心法回去，11:30了，我先生他已经就躺平了嘛，然后我就赶快去沐浴，沐浴完之后赶快要来，就是也是要赶快来睡觉这样子。结果我先生他差不多3分钟之后他就醒来了，那醒来了之后呢，他就给我很温暖、很甜蜜的一个夜晚，然后我觉得没关系嘛，我自己都觉得老师好慈悲，那天地爱的能量这样的反流，通过玫瑰心法，通过导师的引导，这样子在课堂上这样子，这样子做好，然后增加我们的能量，爱的能量。那天晚上真的很舒适。我先生啊，就是从他就是仿佛回到了那种新婚的那种甜蜜的那个感觉，然后呢，就是，我现在也是在，就是在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来老师的课程，上精英会啦，还是任何的课程，都会增加我们的能量。但是现在呢，丽宽还在摸索如何能够不漏能量，如何能够把那个能量、爱的能量跟正能量，然后能够把它留着长，时间长一点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自己要去。就是就秒秒关审查自己的时候，那我有发现，就是第二堂课的时候，我来上了第二周来，然后我先生他隔天他竟然有很大的一个，他就是召开家庭会议，然后呢要就是整顿家里的一些经济状况这样子，然后就是。我也很感动，就是上了德香女人花之后，我的心思更细腻了。当我的先生，我跟我先生在我的女儿她去国立云科大就学住宿舍的时候，然后我先生我们在外面用餐，结果我先生只带了2双铁块，那我们有3个人，结果我先生他就把他的铁块一双铁块跟送给我跟我的女儿，他自己用。自助餐里面的那个竹筷，然后在那个当下我很感动，就是说以前我的心好像是铁做的，好像是很无情，很但是有时候我先生他以前对我很好，可是呢都是因为我自己的疏忽，我自己的大意，还有我自己的漠视，还有我自己很大，所以我常常都把他的好视而不见，
甚至我常常会有一点强迫症，我希望他要听我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反正以前做错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自从来到超级生命密码之后呢，我才发现说，导师真的很慈悲，然后导师他写超级修行密码那本书里面所写的每一句话，那我很感，我现在就是很感动，就是说，其实导师他很早之前就在点我了，就在提醒我了。然后呢，我自己还是阿呆啊，我才拿到超级修行密码牌卡的第一张牌卡，就是拿到那个鸵鸟的心态那张卡牌卡，那张牌卡是写着修行修智慧，修行首先要照顾家庭，要把家庭照顾好。你要以为你推广超级生命密码，然后呢，先小孩子就会变好，先生就会自己变好。有这种心态的人哦，非常要不得。然后呢，我以前可能我会觉得我不是那种人，我应该也会照顾家庭。可是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，哎，我没有，我好像没有把老师的话真正听进去，然后方向啊、逻辑还有一点点误差，所以我还是做我自己。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导师，导师在很久以前就一直在点我，叫我要先把人道做好。然后我以前不懂事，然后一直想要抽内功外功嘛，内外双运嘛，内功我们要修好，然后外功我以前就是一直做外功，一直想要做外功。然后这一两年来之前没有先稳定自己，没有先把家庭照顾好，没有把之前不圆满的、不足的、缺憾的先补好，我就一直想去发书，想去接引人，然后接引的人，然后我自己又患得患失，接引来了，好不容易来了几次，然后又离开了，然后来了又离开，然后我就不断的正能量提升，然后又不断的负能量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超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真的很殊胜，它让我了解什么叫做正能量，什么叫负能量，那什么样时候我们的能量会流失，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样的行为我们的能量会流失，所以我慢慢的觉得真的好宝贵，那导师的所有课程都很宝贵，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去把自己的心守住，把自己的能量守住，然后有能量才能够去帮助别人。如果自己都修不好了，如何去度人？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以前太自我感觉良好了，然后都觉得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自己觉得自己还可以，可是自己真的很差，只是没有人跟你讲而已，真的很差。那怎么分享的像女人话？那分享的，反正就是我们真的很幸福，然后喜悦感啊。真的很感恩导师。如果那现在呢，因为我觉得我要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，就是要先把我先生，因为我先生真的很重要，我发现我的先生很多人都在看我跟我先生，我的娘家跟婆家跟我的佛堂，所有的佛堂的同修都在看我们两个夫妻，看陈立宽去到超级生命密码到底提升了什么，所以到底有没有提升，家庭有没有改善，所以我自己要很下功夫。我也很感恩林院长再一次给立宽的一个机会，非常的机会，这样生生吃吃好讲的不好，请大家包容，感恩。